舒淇在网络上 po 出这张照片，包包别着好运徽章，动态上写着好贴心，让粉丝好惊讶，难道是舒淇好运到了吗？经过平面媒体证实，这个包包其实是林心如的，让纷纷线上祝福的粉丝空欢喜一场。原来在这之前，舒淇与林心如、林熙蕾两名姐妹淘聚会，手中拿着酒杯拍照留念，结果好朋友徐若瑄在动态里回应不能拿酒杯的日子，也引起外界无限遐想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想吃哦。他那个你忍一忍，乖，再调理身体。舒淇从9月公开婚讯后就不断否认怀孕，之前在谢霆锋的节目上想吃天妇罗被拒绝，这一番对话也让民众纷纷联想，以为舒淇在这时候可能就怀有身孕。舒淇与冯德伦两人结婚以来怀孕的传闻就没停过，舒淇则不断po文澄清，还用酒杯以身验证，民众才接受她仍未有喜的事实。但这两人何时能真正怀孕，已经让许多粉丝好期待。记者周世平台北报道。